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卓，看看大坤在这干啥呢？我天，干啥呢？这，啊，直接把定的。这个，咱们这座椅背板这个绳儿有点拴短了，我给它改造一下。哎呦我天哪，你这后背咋的了？全是汗呢，我的妈呀！天热呀，哎呦我的老天！没办法，这个奋斗在这个工作岗位上，第一线，哎呦我的妈！实际不是，就是太热了，太胖。车里还主要是黑车里更热。我看看这行不行，能不能垮住？还是垮不住。怎么回事？这个可能有点夹子。往边上掰一掰呢？不是这个原车座椅这两个绳儿，就应该抠两个豁。你怎么老打哈欠呢？抠两个豁，然后出来就好了。现在这个位置不对，一会儿让咱们师傅改一下。行。但是咱简单看一下啊，这是什么叫做最简单的改装？嗯。大道至简，就是最后越简单的东西是越实用的。原车座椅啥也不动，对，位置也没变吗？保温指针地板一铺，座椅一安，安完之后这小桌往这一放，桌有点斜了，调整一下高度。腿有点长了，是不是？调成怎么短一点，样？行了，挺好。小桌往这一放，那个杯托还没粘呢，啥意思？这杯托现在有点不太合适，放不进去，一些小细节要处理。然后车里的灯。所有的电路控制都在这儿，这个车就完成了。哎，你要说要复杂的，咱用复杂的；要简单的，咱这有简单的。这台车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。对，想吃饭的时候，两个人往那一坐，中间小桌一摆，哎，哎，想喝茶的时候在这都能用。想要睡觉的时候很简单，一个人的时候在后面横床就睡觉了，两个人的时候把椅子往下一放，当然那个绳得拽一下，一会儿调整一下，铺上垫子，整个会变成一个大床。就是这么简单，非常完美。对，这个东西吧，就没有什么可看性，你知道吧？你说，比如咱们在实木吊顶的，或者带那个各种造型的，各种各样那个复杂功能的，给大家介绍介绍。但是不一定那个就是对对，啊，这个东西没有对与错，就看哪个适合你。像咱们这个车主，这是一台青岛的车，是不是？对，咱们青岛的车主呢，平时还得在下地库，还得呢，然后要在市区通勤。市区代步，然后偶尔呢出去玩，所以说呢，他要简单的改装，能躺平了休息，能在车上这个简单吃吃饭，哎，能这个用用电，当然所有的电路系统都集成在这个座椅下边了，对，都在下面呢。就可以了，这就是它的功能性，所以说这个东西就适合它，适合它它就对了，对了，哎，你没准要把这个车改成那个特别特别复杂的一些造型，出汗、花花躺啊，特别复杂的造型啊，功能特别全了，它可能还用不上。那功能安完了之后，比如安了一个10度电或者15度电的电池，它使不完，那电池是有衰减的，有寿命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最后就浪费了。主要是看你怎么个玩法。看后边来，就发现这刚一检查，发现两个小问题。这改装车啊，不是说这个一劳永逸的，也不是说一下就能改完美的，因为私人定制嘛。对。发现问题马上及时处理，这是咱们的理念啊。咱们一直没说过这个，咱们改装的东西是特别完美啊，但是就是尽量在出厂之前把问题发现。对，出厂之后如果有问题的话，我们也是那个管，随时回来之后都能处理。啊，后面是啥呢？出拉厨房。出拉厨房就都一样了，对，非常的长。这长度也够哈。然后这两个翻板，这要做饭什么的尺寸都够。一点毛病没有。对，然后这有锁，这个绳呢，每次还是我这个手动把它伸回去，其实不费事啊。一点不费事。往里一推，然后还有咱们这个尾门储物格，对，装车必备的，基本上。这是一个对开门储物槽，相当哎相呀，当大了。这真挺大啊！这要放点什么钓鱼的？哎，车主大哥好像是愿意钓鱼，我是记得吗？经常海钓，啊，好像跟我说在青岛坐船出去，然后500块钱一天，哎呦天，跟着那个游艇出去钓鱼去，他挺带特劲别愿意钓鱼。咱们这边就不行了，咱们这个只能在松花江上钓，咱离松花江边近，然后两个葫芦包位置，咱还做了两个上翻门，是的，就是也能放点东西啊，对，很简单。很板正，瞅这个车啊，车主大哥呢，不是预算不足，而是他对于这种玩法不同。车的需求就是这样的。对，还有别的什么吗？等推车拉路窗、平窗帘，路平窗帘、顶灯、保温指针、地板这些都不看了，这些比较基础的这些东西。对，然后一会儿我让那个咱们那师傅把那两个地方发现的问题调整一下。对，就 OK 了，对，就可以提车了。对，因为这个行业呢，就是咱们从事这个行业没有专业人士。你比如说你要干家装，我今天要
我包了一个这个装修的活，我今天要干吊顶，对不对？嗯，我可以马上去叫来一个成熟的木工师傅，说这个吊顶多宽的，多厚的，什么造型。但是你要坐在车上呢，好多人是懵的。对，所以说咱们这块这个师傅呢，就是，干的时间比较长了，能干也跟大鹏干了得有100多台车了吧？嗯，差不多了。就经验就比较丰富，也有新来的，新来的人就比较发懵，他也要有个熟悉的过程。但当然了，有这个老师傅带新师傅就更好一点。对，所以说呢，就是车上会出现一些问题，改装完都会出现一些问题。因为它不是这个标准的成品件，但是要去处理它，嗯，是不是？对，啊，就是大概这么意思。嗯，哎，这个我感觉这个椅子斜呢，椅子斜，不能吧？这个背板好像斜。嗯，背板安斜的，好像这边有点低。调整一下啊，三个问题，这个背板锁不住。嗯，然后背板斜，背板斜，还有背托没安进去，没固定上。对，一会儿就找那个曹师傅给处理一下。行，其他地方最后三个问题。对，然后车主好像马上也来了吧？说这两天。嗯，这样呗，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新权顺中轴低顶的一个改装方案。行。啊，然后大家要在家能做的话，可以在家参考一下，完了自己在家动动手也挺有意思。行。啊，这期就这样。这期视频到此结束。对，感谢大家支持，拜拜。好的，拜拜。